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簡易廚神 Jenna。 好像我这些新手入廚的朋友去到街市真的不知道怎样选海鲜好的，所以今次就请来专家带路，率先教一下大家怎样选漂亮的筷子和原杯。 Let's go。 原杯来说，我们一般会看厚度，越厚的就等同一个粒原杯肉越厚。重量呢，其实你譬如这个同一个 size， 这个越厚的其实当然它是越重。筷子呢，我们会是即场开的，第一我哋会睇佢够唔够肉啦，呢个够唔够厚身啦，咁呢同埋呢啲系会系胀卜卜嘅，佢成只嘅大细其实唔太大影响，反而咧你话佢够唔够肉咧就系睇个厚度咯。无论原背又好啦，带子又好啦，好多时啲贝壳类咧都会有啲裙边嘅，咁咧好多客人咧都会翻到屋企咧都会忽略咗嘅，咁咧最好咧就系冲洗嘅时候咧都要咁样反开佢咯，咁咧就可以冲走晒沙啊泥啊咁样咯，咁唔系咧就会有机会咧食到成口沙噶啦。Yoo-hoo！